那个大家好啊，现在是今天是这个纽约的这个5月12号啊，今天下午呢给大家录制呢美国总统本集的第四集，讲的人呢大家看副标题宪法之父也知道今天讲的是詹姆斯麦迪逊啊，但是呢詹姆斯麦迪逊呢其实和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名人诸葛亮是有点像的，有什么像一会儿接下来呢会在节目里给大家介绍，所以说呢我就给这麦迪逊起了另外一个名字叫做花旗孔明，就是美国的诸葛亮哈。我们看看美国的这位诸葛亮是怎么处理当时的问题的哈。先说一下这个詹姆斯麦迪逊哈，詹姆斯麦迪逊是双鱼座，他是属羊的哈，生于呢1871年3月16日，是大清朝的乾隆十六年，死于呢1836年6月28日，是清朝道光十六年，任期是从1809年做到了1817年，大约是清朝嘉庆14年到22年左右啊。他是维吉尼亚人，也代表维吉尼亚参选啊。他是这个新泽西学院，因为当时还没有普林斯顿大学，所以这个校徽是新泽西学院的校徽，和我们今天普林斯顿大学校徽是不一样的哈。他在做总统之前的职业是律师哈，另外呢他的宗教信仰是圣公会啊，是圣公会。他所支持的党派呢是这个民主共和党哈，这个是跟杰斐逊他们两个人一起成立的，叫民主共和党啊。他祖籍呢是英格兰人啊，祖籍是英格兰人。麦迪逊的个儿不高啊，也就是5.4英尺，大约和1米64左右。但我们说呢，矮个子的人呢，往往都是很有智慧的啊，10个矮子9个精，对吧？比如说和他同一时期的拿破仑啊，还有后来的列宁同志啊。另外呢，丘吉尔个子也不高啊，所以说呢，你看矮子呢，基本上都是很聪明的。包括有一个中国矮子啊，这个矮子呢也是很厉害的，你们也都听说过他啊。这个矮子就是，不走错片场了，不是你啊，不是你，这个是矮脚虎王英啊，跟他没关系啊，不是这个矮子啊。这个是麦迪逊早时候年轻的时候的画像，很幼稚啊，很年轻小孩。他是他们家12个子女里老大。那在1755年3月16日呢就出生了，在1767年到68年呢跟着一位叫托马斯马丁的神父学习神学和数学。这个麦迪逊大概5岁6岁就基本上把他爸爸的那个50几本书全念完了。到了他上到这个大学1769年的时候呢，基本上呢这个写作能力都是非常厉害的，所以呢在这个1771年呢9月25日就获得了学士学位。他的校长很喜欢他，于是呢就又留校了一年，并且同年呢在1772年呢通过律师考试。由于他们家里人呢生的孩子太多了，决定盖一个大的房子，于是呢这个麦迪逊的老爹呢就祝福他这个大儿子说，你也是大儿子了对吧，你去看着这个房去做监工，看看这个工程师和这个工人有没有偷工减料啊。结果呢工人在工作的时候呢，麦迪逊就抱着一本书在边上看，也不去看人家工人干的怎么样，结果那个房子的质量你们可想而知。结果他爸爸呢去验收的时候是那个房子糟的一塌糊涂，于是他爸爸就骂他，你是太年轻了， You are too young 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结果呢就对麦迪逊造成了一定的心理打击哈。于是呢在1772年到1774年身体不适，为什么不适你们知道的吧，因为就是被他骂太年轻你知道吧，所以在家里自修和宅这修养其实就是宅在家里了哈。1776年77年呢是当议员哈，其实呢他早在1770年就有可能被选为大多家会议代表，可是为什么没有呢，一直是到了这个1788年5月02日才当选费城制宪会议代表，是有原因的。因为当时在那个年代你想选举，你得给就是说大伙儿提供免费的酒喝，大伙儿喝多了的呢自然就选举了，可是麦迪逊呢那会儿太年轻，所以不知道给大伙儿准备酒，所以大家都没选他哈。啊，是的，就是那样子的，就跟你看开武林大会，你也就准备酒啊，准备肉啊，要不然谁来啊？你以为就只有和尚和尼姑来吗？啊，这个就是武林大会哈。1787年，美国在费城也开了武林大会。有人说了，很多人不会武艺，不能叫武林大会，那好，我们换个名称。也有人管它叫做，既然有这个华山论剑，对吧？那为什么不能有费城论剑呢？这就是。我错别字啊，费城论剑也不可取。后来又有人管这个叫做制宪会议。什么叫制宪会议？就是说你太聪明的人不能参加这个会，就是你智商有限制的人才能参加，要不然怎么叫制宪会议呢？就是说你们懂吧？就是太聪明人不能参加，所以叫制宪会议。你看，官方说法是这样的哈，就是费城制宪会议哈。包括呢很多人呢都对这个以后政府要采取什么样的就是议院制度怎么样选出总统都有呢各自的意见。比如像平克尼呢，平克尼提出的这叫维吉尼亚议案啊，这个就是所谓的大州议案啊。另外呢这个威廉帕特森呢就提出来的，他叫做小州议案。然后包括呢这个詹姆斯麦迪逊自己也提出来的一个叫做就是麦迪逊议案。
包括华盛顿的养子这个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他提出这个议院应该按照英国设教的英国议院方案，但这四个人的方案全都被否了。最终是采用了谁的议院的方案呢？就是康涅狄格州的代表罗杰希尔曼，也是独立宣言五人小组中的议员，希尔曼大佬用他的叫做康涅狄格妥协案制定了现在美国的三权分立以及呢两院议会制度。具体的想知道看我上一期的托马斯·杰斐逊和上上一期的约翰·亚当斯你们就知道了哈，这儿不多说。麦迪逊呢就管做书记啊，一直在抄，所以呢大家说既然他抄的那么多也勉为其难，没有功劳还有苦劳是吧，那就你宪法之父就你当吧，他就这么当上的宪法之父哈。在这之后呢，这个咱们说呢，这个麦迪逊基本就没什么事儿，就是跟这个杰斐逊混在一起，本来俩人也是好朋友哈。大家认为呢，这个杰斐逊和麦迪逊呢，就是刘备和诸葛亮啊，这君君臣臣肯定很好。但据杰斐逊自己在日记里说，当年是这样子的，是麦迪逊跪在他脚底下叫求说，看在老乡认识的面，给他在政府里找个活，然后杰斐逊爱不开面子才收留了。杰斐逊看卖不开面子才收留了麦迪逊，但是根据麦迪逊的描述呢，当年呢是这个杰斐逊那个不羞不臊非得求他出来当官，然后麦迪逊是勉为其难，只好是这个顺了这个杰斐逊的愿啊，从了杰斐逊啊，因为杰斐逊认为呢，总统呢就是杰斐逊了啊，然后议员和法官就是这么个关系，你们也明白宝黛钗的关系啊，看我红楼梦都懂。那么麦迪逊在这些年给杰斐逊都干了什么事呢？其实主要干的事就是什么呢？就是背锅啊！出了什么毛病什么的，如果是要么是亚当斯干的，要么是杰斐逊干的，反正出了事呢，都是由他麦迪逊去背锅。他做的这个事儿就是背锅啊，背锅呢是，所以呢，从1801到1809呢，就是担任杰斐逊的这个国务卿啊，不是背锅侠，国务卿，但实际工作内容差不多啊。好了，到1808年12月07号终于是当选第四任总统了，同年的1809年3月4号宣誓就职啊，1812年的12月02号呢连任成功，1817年的03的卸任总统，看起来呢就是很顺八年哈，但是麦迪逊一直是有苦衷的，刚连任没多久就跟土著印第安打起来了哈，而且打的还不是一般的土著印第安，是战斗力超强的土著印第安。刚刚连任哈，就又和英国佬打起来了，然后遇到的还不是一般的英国佬，是威曼的英国佬。然后呢，快卸任了吧，白宫又被英国佬给烧了，成了美国历史上至今为止唯一一个老家了根据地被英国人烧了的总统哈，所以悲催一辈子哈，遇到的是更加无敌开了挂的英国人哈。那咱们说吧，怎么跟印第安打起来的？这是因为呢，当时呢，美国从路易斯安的从那个法国手里买走路易斯安那地区，所以呢就有拿到很多领地。于是呢，美国就派出白人总督在这些地呢，就是强行跟印第安征地，就说了跟现在中国拆迁办差不多，你知道吧？就是拿着老百姓的地，拿着宅基地，非要盖房子。结果呢，这个白人和当地印第安人呢就经常打起来，就这意思。那作为拆迁办的美国人呢，就跟印第安说好了，给你们点钱，你们滚蛋吧，把地给我留下就完了。但是有的印第安人就走了，有的就印第安。钉子户是打死都不走，结果就发生什么事儿？就发生这么一个事儿了。这个叫做韦恩堡协定，这个叫做 Fort Wayne。这个韦恩是当时的美国一个将军，他在一七九二年左右，在这个地方呢设立了一个就是基地，后来荒废了哈，但地还是人家印第安人的地啊，当时地契。但是韦恩堡协定是在1809年9月30号签署的。当时呢就是在这个由于路易斯安那地区包括这个伊利诺伊印第安纳啊，包括肯塔基和迈阿密这边都有很多呢就是说人家印第安的人的地，很多有的呢印第安，就当时呢这个咱们说呢这个总督呢就是后来成总统的这个威廉哈里森啊，威廉哈里森呢就是像这些呢当地的这个酋长们说我给你们钱哈，你们就把这个沃巴什河边上12000公里土地，这个沃巴什河就差不多就在这个位置，它是一个很大的河哈，横穿伊利诺伊和印第安纳，说呢把这个12000亩地呢让给他。由于那个花了钱，很多的印第安酋长呢就同意了，但是呢也有印第安酋长就不同意的，比如这位啊，当然呢他又走错片长了，不是南王孟获啊，那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呢叫做特库穆塞，马上就要讲到他了哈。特库穆塞呢认为呢所有的地都是印第安人民族的地，和空气和水一样是不能出售的，也
这个地是归所有印第安人有的，不是一两个部落酋长你们想卖就卖的，哎，主要他就是这个意思。于是呢，后来呢，这个特库姆塞呢就在这个提皮肯奴河的边上呢建立他的要塞和他的城。那么呢，哈里生呢就带着人呢去，咱们说就是强行拆迁，就是强行拆迁的意思哈。于是呢，就发生了这个提皮肯奴河畔战役了哈。这当时呢，这个是美国的，当时呢就是美国拆迁办主任哈里生面对的呢就是这个就是特库塞姆哈，当时这个印第安人族长，以及呢他的弟弟这个滕斯卡瓦卡，滕斯卡瓦卡。这个是发生在1811年11月07日哈，当时呢这个由于呢是晚上，这个特库塞姆呢他当时出去就是招兵去了，他扑在家守这个城的是他的这个弟弟滕斯卡瓦卡。滕斯卡瓦卡是个巫医，他曾经呢预言了很多的，像什么日食啊都应验了，但是他没有什么军事能力哈。这个哈里森就抓住这个机会呢，带领着这个美国士兵呢去强行赶走这个印第安人哈。他当时手下呢有将近1100多名的士兵，而当时的这个滕斯卡瓦卡呢，他当时只有500到700人左右。但是呢，就是美国人有加农炮，于是呢，在这场战役中呢，就是呢，印第安人呢被就是说呢打的是大败而逃哈。这个就是所谓的提皮肯奴河畔战役哈。那我们接着来说呢，就要说到一个的，就是特库姆塞的诅咒哈。由于呢，这个特库姆塞呢，后来呢又和这个英国人联手，因为发生1812年战争嘛，于是他们参加了这个叫做泰晤士河战役。不要理解错啊，这个泰晤士河战役可不是在英国发生的，是在美国发生的。这个特库姆塞呢，当时呢是英勇战斗，最终呢就是说呢，你们看到这个人就是威廉·哈里森。据说呢，威廉·哈里森是手持双枪击毙了这个特库姆塞和他的这个弟子滕斯卡瓦卡啊，但这只是宣传而已啊。据说在这个特库塞姆呢，在这个死之前呢，就是曾经对这个哈里森发生了一个特别可怕的诅咒。其实这个只传说，其实特库姆塞呢当时还没有阵亡。只不过呢，他把就是说释放了20个这个肖肖尼族的这个俘虏，让他们带话给这个哈里森啊。这个呢，就是所谓的1812泰晤士河战役。这个战役不发生在英国啊，不要以为是在英国发生的哈。哎，这个就是当时滕斯瓦卡瓦对这个咱们说呢哈里生和哈里生以后的总统就是说做的诅咒，只要是这个总统就是当选的年数是零，那就一定会死的啊。哎。然后呢，就很不幸的呢，就有将近8位美国总统都在，就是只要是当选年是零啊，那这个就会无端的死亡啊。这个呢，你看就是包括林肯，包括肯尼迪，只要是你看是当选带零的，就全都是横死，要么被谋杀，要么就是无故的死亡。包括我们现任这个不讲，也不知道这个麦迪逊看到这个消息之后又作何感想哈。好，现在说说1812战争哈。1812年战争其实不能光说是麦迪逊做错的，其实杰斐逊在他任期的时候，就是他时间够了，杰斐逊说过啊，昭昭天命哈，加拿大人备受这个英国人的水深火热的统治啊，我们应该解放加拿大的统治，然后把这个凶暴残忍的英国人把他们从北美撤出，赶出去我的老弟麦迪逊你就大胆的干吧。于是呢，麦迪逊呢既然是杰斐逊的马仔呢，在他当总统之后呢，就是积极准备爆发这1812年战争，结果就没什么好事儿。结果在1812年的6月4日呢，参议院以79-49通过对英打仗，没事闲的吧。1812年6月18号美国呢正式对英宣战了啊。1812年的8月12号第一个美国废柴将军叫约翰，叫做就是这个威廉胡尔，这个威廉胡尔结果在底特律围城战和英国人打了几回合没有就朝人家投降了，成为了美国就是战争史上第一个投降的将军。你看这会儿时候国际上的外国的这个干涉势力就来了，包括这个沙皇俄国，你说沙俄离加拿大和北美这么远，他还表示要调停美俄英美战争哈。1812年10月4日呢，但是美国在这个英国在纽约州的奥登斯伯格呢又大胜啊，紧接着呢，但是美国人呢又到加拿大的这个昆斯坦，也就是现在多伦多附近又被人家打败哈。咱们说呢，这个就是美国孔明哈，美国孔明麦迪逊哈是决胜于千里之外哈，他是美国武侯哈，美国武侯。这个你们看到的就是1812年战争图，你们看到这个是代表着是英国的皇家海军。其实这场仗美国人打得好没有意思，
所有的港口从纽约一直到波士顿到底下全部被英国人用舰队给就是包围起来了。其实美国人呢，其实当时如果首先从北面出兵到达这个魁北克蒙特利尔，如果他们先拿下了蒙特利尔，那这场仗就不用打了。哎，可是美国人非要傻傻的呢，从这个宾夕法尼亚，从这边纽约出去，去打人家的那个昆士顿，也就是现在的多伦多，天气呢又是冰冷。根据美国人认为呢，当时因为呢天气冷，所以这个湖区呢都结了冰，好走冰啊，这个冰呢好，兵马呢准备好过去。但是他们也忘了一件事，那就是天气特别冷，再加上呢。当时在加拿大的加拿大人民兵呢，他们是信仰天主教的，而美国是信仰基督教的，所以说呢，加拿大人对这个美国人有一种天生的在宗教上的这种憎恶感啊。结果第一场仗呢，就是这个咱们叫做这个底特律围城战，当时呢是这个英国少将这个埃萨克布洛克对上美国的这个胡尔将军，结果呢这个埃萨克呢虚晃几枪就把这个胡尔给护路住了。本来胡尔呢他已经就是投降了，结果这个埃萨克布鲁克少将呢在巡视就是说这个美国城防的时候呢，被一个18岁的美国小孩一枪就打死了，结果呢双方算打为平局。紧接着呢咱们说呢，这个英国的亨利普罗克上校呢又在俄亥俄呢和这个替下胡尔的哈里生双双的对峙，最终呢是哈里生技高一筹哈。然后呢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画面呢，就是美国的军队呢攻到了这个多伦多啊。咱们说呢，因为多伦多当时冬天是很寒冷，再加上呢当地人呢都是信仰这个天主教的，于是呢上这个美军呢也是伤亡惨重。为了泄愤呢，美国军队呢当时是把多伦多一把火呢烧了个干净，包括个多伦多的市政厅、多伦多的市立图书馆全部被烧掉了。百万的这个平民呢，不能说百万，十几万的平民呢都在这个冬天的这里面呢只能裹这个被单子，包括他们的市长啊。然后呢战争再继续，打完了这个陆战打水战，1813年9月10日就是伊利湖水战哈。美国呢有9艘炮舰，而当时呢英国呢只有6艘，那当然就是美国打赢了，数量多嘛。紧接着在1814年的5月6号呢又发生了这个奥斯维戈登堡战役，这次呢是英国人胜了，因为英国人守在这个碉堡里。但是没想到呢，英国人觉得美国人呢可能攻击的部队只是前哨而已，于是在下午4点钟呢又撤了。哎，结果这场仗是打得不明不白。在1814年的5月29号呢又发生了这个大桑迪克里克战役啊，这是一个沙滩战役哈，最终呢是美国获胜啊。在1814年的8月8号呢，美国的和谈组呢和英国代表在这个荷兰的这个地方呢，就是会根特，叫一个这个小城市叫根特，现在属于比利时了，叫根特会面啊，这是当时会面的场景。本来已经议和了，但是当时没有发报机，没有微信啊，没有微信，没有 email， 所以信息呢没有传到在前线的英军部队。前方的英军部队认为仍然要继续进攻。接下来呢，在1814年的8月25日呢，就发生了一个特别大的事情，就是白宫呢被烧掉了。英国的少将呢，这个乔治·科波恩率领这个英军呢，将是海军陆战队突破了切萨皮克湾，而且呢来到了就是说呢这个当时的特区外围。啊，就是他。为了显示呢英军的威武，于是他下令一把火呢把美国的华盛顿特区全部一把火烧掉。烧掉之后呢，还特别跑到了图书馆和财政部，把所有的 C 字的这个字母给烧掉了。因为他说，只要把 C 字所有的字母烧掉了，美国人那个就发不了报纸了，发不了报纸就骂不了他乔治·科波恩了，因为他那个口播呢第一个打头字母是 C， 所以把 C 都毁掉的话，你们就骂不了了，哈哈。麦迪逊又干了什么呢？麦迪逊呢就跑到一个叫做克莱布本特利的人家里面躲了。这会儿呢等于呢他就从这个特区撤离了。所以呢有小朋友，你们上学考试的时候就老师问你们同学们，美国有几个首都啊？其实美国真正的首都数呢，咱们说历史记载上呢其实是5个啊，不是3个，是5个哈。那么这会儿说呢，麦迪逊就跑到了这个马里兰州这个叫做本特利家。这个本特利呢是当地的一个银匠，又是呢当地的邮政局局长，于是呢他的屋子呢就被当时的麦迪逊给征用了，成为了临时的白宫啊。这是几年前我们去那边照的相啊。这个地方呢叫做 Brookville， 现在还存在的是在马里兰，以后有机会呢我会带你们去看一看。这个地方呢就是叫做美国小白宫啊，一个大白宫一个小白宫啊。值得一提的得说一下这个麦迪逊的妻子兜里哈，兜里麦迪逊。麦迪逊的妻子呢在走时候还临危不惧，指挥他的手下的家里人呢把包括华盛顿总统的肖像呢等于都撤下来带走了。
这个人呢就是上面的人，他是呢这个他们家的一个奴隶，这个人叫做保罗杰宁。保罗杰宁呢后来成了第一个记录白宫历史的这个奴隶，在他记载中呢说是这个麦迪逊夫人呢临危不惧，指挥他和其他的仆人呢把包括华盛顿的这个油画以及呢包括美国的就是说宪法的原件啊都给安全的运走了哈。后来呢他家里人呢，这个是保罗，后来的他家里人还被白宫邀请去看这个当时幸免于难的华盛顿总统的这个油画啊。后来呢美国又发生了这个尚普兰战役，尚普兰战役呢美国是搞了决定性的战役，包括巴尔的摩战役，那包括新奥尔良战役啊，这个是美国的解放三大战啊，所以叫做1814年的圣诞节12月4号，英美在这个比利时的根特签署根特协议，双方议和。在巴尔的摩战役中呢涌现出了一个美国的兼职记者兼诗人，就是约翰斯考特啊，这是约翰斯考特啊，约翰斯考特的全名叫约翰斯考特基啊，不是这个基，很多人都跟我说约翰斯考特基，不是基，应该是这么读。他是当时呢在这个英国的这个船上呢，因为是交换俘虏，他看到美国在这个巴尔的摩港湾的麦克亨利要塞，当时有一面很大的美国国旗被悬挂在那里，虽然经过了炮火的交战，这个国旗仍然冉冉升起，于是他怀着一个无比激动心情写了这首歌，就叫做星条旗永不落，就叫星条旗之歌，一到1930年呢就被确认为美国的国歌，所以它应该是叫做 Scott Key 啊，不是 Scott 基，是 Key 哈。接下来呢我们说呢，就在1816年12月4日呢，门罗呢被选为了美国总统，从后面就要进入到门罗时代了啊。我们说呢这个时代在麦迪逊的时候呢，维吉尼亚呢是第三次有了自己总统，麦迪逊包括麦迪逊、杰斐逊、华盛顿都是维吉尼亚的总统啊，第三个维吉尼亚出生总统，他是国务卿竞选总统第一人哈，也是第三个和寡妇结婚的美国总统哈，唯一亲赴前线指挥总统统权的总统，也是费城会议和宪法签字的最后一个去世人哈。说下他的太太多莉麦迪逊哈，这个就是麦迪逊太太哈，他被认为呢是现今为止最佳的白宫女主人哈，这个就是多莉麦迪逊了哈，很贤惠而且临危不惧，这个是当时呢就是说他们家要撤离的时候的样子，这个麦迪逊夫人呢就是多莉说等等还不能走，还有一样东西要拿，拿的是什么呢，就是美国宪法的原件，你看他说拿的是美国宪法原件，如果当时美国宪法原件没拿走的话，现在美国宪法到底是什么样没人知道的，就是麦迪逊夫人把这个原件给抢夺走的哈。于是呢这个美国的议院呢就是说在议院里设立一个叫做麦迪逊专座，就是说呢让这个麦迪逊太太来听会政会的时候专给他设立一个座位哈，这是这么多白宫夫人里唯一一个有这种就是说荣誉的，只有他多莉麦迪逊哈。好，感谢大家收看哈。上一回合呢我们说了詹姆斯麦迪逊，下一回合呢我们要说呢詹姆斯门罗啊，谢谢大家观看。